我伫咧病院都伤久啊，有真侪代志吼，拢等我去处理啦。我拄则是用永信一个老同事，甲伊参详一寡代志，顺便啉两杯啊。蔡主任人咧，咱入去开房，安尼真危险，你知无？蔡主任今仔日伫咧病院值班一几工，我看伊真忝，所以我就去伊先休困啊。 我看你嘛听嘛，啊，搁等爸爸回来，等到这么晚。啊，对了，爸爸有买吼，冒险药膏，来，我替你讲，已经有较好啊。 是哦，唔免我药啊，只要你陪伫我身躯边，做我心理上的支持，我所有的伤真紧就会好。爸爸嘛是，只要想到你啊，都充满勇气。你放心，保护你甲王家是爸爸的责任，爸爸绝对袂让任何人佫伤害你。 张正浩，早早一切，我会一项一项甲讨倒倒来。我嘛会甲你的快乐、甲笑容，做一个找倒倒来。爸，你敢毋肯甲我讲，你要安怎对付张正浩？我嘛无希望你牵上伫个内底啦。张正浩这个戆鬼，伊若是提伊来威胁我。 我都掠伊无法啦，所以你即马就是爱秘药好，唔通互伊切掉，其他的代志啊，交我爸爸去处理就好啊。啊，唔过。好啊啦，你免烦恼啦。你即马就是爱好好照顾家己，安尼爸爸就无后顾之忧，这都是我爸爸上界大的支持。好啊，江华。 你先休困。我袂忝啊，我拄则伫研究婚前协议的法条，我无说你困去，结果去用张正浩电话炸清切啊，所以我即马一点仔睡意拢无。张正浩，是你要创啥？你无食吧？我当然无食吧，你毋是虚情假意，就是威胁恐吓，即种电话莫食嘛好啊。 你只要好封闭，安尼就好啦。张正浩真艰巧，伊一定会小心办法要找到你。所以千万啊，唔通想到行踪，才袂予伊有伤害你的机会。好啦，爸，我知。你赶紧去休困啊，我等你搁要研究六法全书。我想要找方法，敢会当伫遐撤销婚前协议了后，搁会当保全，我会自杀。 好了，你家己嘛较早困嘞。
啊，大人大圣啊，搁倒爱摸娃娃，才困得去哦。我是给你加皮的，我拄好看你胸上皮出，我惊你刮着。来来来，棉被落给你，好落给你。无啦无啦，再来。你想怎啦？啊，你不是要困啊？来去罗宾城。我自啥会开始哦？就唔捌甲人同床共枕啊。你硬是爬去我的眠床，甲我客相，安尼我睏袂去啦。啊，是安尼哦，我占你的眠床，确实让你真会睏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打地铺啦吼。哎呦，一个睏伫眠床顶，一个睏伫眠床脚，嘛是共款啊，嘛是感觉睏伫同一间房啊。我无了解你的意思诶，咱两个睏同一间房间，应该无算有啥物问题。啥物无问题？问题足大呢！哎呦，你人伫遮，我足无安全感的，连衫拢唔敢脱啊！哦，你就是因为迄件代志哦，你唔要烦恼啦。之前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虽然有悔啊，啊，不过我拄过的人是形形色色。我顶届吼，看到你的行李箱内底有查某的衫裤，我嘛无感觉大惊小怪啊，顶多是啊。我即马了解你的秘密，嘛知影你不为人知的苦衷，我顶多吼对你有加一份疼惜。我无需要你的疼惜。好啦好啦，你看冷静下，你莫激动。我会用平常心对待你，我袂用异样的眼光甲你踢球。啊，若是你想要换什么较特殊的困衫，做你换啦。我绝对袂有啥物。奇怪的反应，我无买换什么甲特殊困衫，嘛无买哦穿女装困的习惯啦。哦，啊，啊是你拢躺光伫咧困，啊嘛无要紧，我会当作啥物拢无看到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会目睭放起起，一暝困到天光。哎呦，我无裸睡的习惯啦。啊，啊是。你有其他的对象，你惊个查甫人困做伙，会引起无必要的误会。你真正是老母王诶，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啦。总共一句，我是一个真正常、真普通的查甫人。吼，阴暗无，你困眠床，我困铺椅，晚安。蔡主任，真普通、真正常的查甫人，蔡主任讲这是什么意思？好给你救我！你哪会困到一半，就让人冲出来？查你的面子，哪会这尔啊歹看？未输一只，就一只小白兔，你后壁敢有狮子还是老虎在咬你？收大野狼，想要把我吃掉啦！我就惊呢。大野狼，哦，你是不是在做噩梦啊？蔡主任，你已经大汉啦，你应该较勇敢的。这是一条噩梦尔，干嘛需要这么惊吓？我给你，你可唔紧替我甲恁爸解释哦，我真正着噩梦成真啊！你要我替你甲阮爸解释啥？你甲伊讲吼，感情是真正袂勉强的啊！我蔡崇仁是敌的，毋是阮，我甲伊是亲近的，毋是亲苦。我知影伊对我好，啊，毋过我有家己的幸福要追求啊，所以我蔡崇仁，哟，讲重点，我给你两句话的扩大，一概讲清楚。我的意思是哦，我是直男，请你妈别对我有非分之想。你讲阮爸对你有意思哦？哦。这哪有可能啊！
那不可能，我仁义蔡崇仁呢，颜值高，医术好，阁是医界数一数二的帅哥呢。你有想过无？为什么你妈妈过身这么久啊？恁爸爸一直保持单身，无阁娶？遐嘛是因为伊想要照顾我，伊想要把伊所有的爱拢留予我。而且你妈袂记得阮爸有交女朋友哦。拜托的，看嘛知影，罗安娜是恁爸爸的烟雾弹，好无？啊，进前还未有七四八那条法律进程啊，像你爸这种人哦，爱较特别辛苦啊。若无找一个异性朋友，养活家己哦，根本无法度甲心爱的人做伙啊。蔡崇仁，你真正是天顶落来的礼物呢。对这讲的话，让我灵感。既然法条已经过啊，那安尼，你会当光明正大跟阮爸结婚？哈！我跟恁爸结婚，那安尼，你要叫我啥？我叫你啥拢会用的啊！阿公、阿祖、太祖拢会用的，只要你阿爸叫你啥，我就叫你啥。不是，叫啥物重点啊？重点是，你是予张昭拍到头壳歹去是嘛？无代无志叫我跟恁爸结婚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看我带你去找周医师好啊。你先听我讲啦，这真正是一个好办法。我唔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崇仁，只要你跟我结婚，你就当得到我一半的财产。我为什么爱你一半的财产啊？这不是你爱还是无爱？即马只要把财产过去你的名下，安尼以后不管张兆浩要安怎运作，至少阮王家的财产会当落一半落来。对，我伫海外阁赚真侪钱，就算讲即马也袂去予张兆浩查到，但我等我百年了，这些钱会变成遗产交予妍希。像我这摆妍希，甲张正浩，我也无得离婚，所以所有结婚钱，到我的名下，就等于是张正浩的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了解是有了解啦，啊，不过这讲我什么代志啊？为什么我要用我的青春、我的肉体、我的幸福去保护你王家的财产啊？因为你是好人，你认为正义感，张正浩一直为非作歹，对徐达不好，甲我做球拍。你其实真愤慨，你早就看袂落去对无？对。不对，我无你讲的遐尼好啦。你有？我无。你真正有？我真正无。好啦，卖过弯啦。蔡主任，阮爸仔囝行这个地步，只有四妹当作外妹伊。我拜托你，教我去办结婚登记。我甲你保证，这次只是个名义上的婚姻。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青春、你的幸福、甲你的肉体。王大叔，我拜托你放我耍好无？哦，有这么多人会当选定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因为除了你，就无别人啊。有啊，你会当找罗安娜，伊是你的前女友呢。伊甲你结婚复合，听起来嘛是一段佳话啊。我反对，罗安娜会敢丢这有钱？那是阮爸娶伊，就等于把财产白白送伊。哦，我眼中嘛是就是啊，而且哦，我比罗安娜搁较消摊，胃口哦搁较大呢。进前哦，搁唔惊假死啊，想要偷偷把恁爸给伊2700万吞掉。那安尼，你有听有我的意思吼？罗安娜只是学，我是想要学食学，伊学无说我学条顶呢，所以我比伊搁较恶劲。唔对。你搁知影检讨家己，你比伊较有良心。无唔对，其实我早就发现，虽然蔡主任真爱钱，啊，不过伊从来唔捌袂记诶，做医生诶使命是救人，所以你是一个有血有目屎诶好人。无，我无想要做好人。袂赴啊，一个人心决善良，迄是天性自然诶。是，就亲像人甲人相爱，无分性别，是自然诶。你卖阁讲，恁爸阿敢卖阁讲啊！哦，予我冷静一下。哎呦，那安尼啦。李芳兰，这什么意思？永信医院新任董事张正浩抱弃养母亲，虐待妻子，
陈世美，渣事在天一桩，是讲杀去报道的记者，真够够劲爆的呢。今仔日我是大人物呢，你就爱搞款待好势。这笔生意伤歹做啊啦，无款呢。饭店大门口行出去，正外800公尺有一个面档，你即马是要搞我豁出去哦？阮饭店了袂着你的水准，无我就招呼你啊。你愈安尼哦，我愈不爱走啦。所以我建议，等张正浩离开永信医院，你做等于当属的职务，不如进一步，进出做当属长，我会当为今嘛，就替你报告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当让你轻轻松松就上。张正浩，你这人哦，恶贯满盈，而且对我对你的了解哦，我想要报复你，那有可能简单一篇报道准多刷？我一定是逐天写逐天报，每一个月拢算歪歪啊，讲对吧？你不是你，这是你做的。我就不是我做，我是要怎承认呐？所以阿妈摔落去的时阵，拄啊好有安全防摔网，阿妈才掉的。阿妈唔知干叫你喝温，把这条命都扑到中。到底是谁啊？竟然对阿妈做这种代志，心肝真正有够狼毒的，竟然对阿妈迄种毒手。蔡韵如啊，我亲目睭看到，韵如姐手提刀啊，甲锁啊挂乌灯。阿妈，你这是？你要知影讲，今仔所做的代志，一定是好。亲像我今仔日拄着火，无水准我就错咯。我这查某囝规身骨是空的嘛，什么人都不能要看到。你怎么不走开啊？你刚才跟我黑白毛，怎么又把我看了了？阿姐，我们是听见两个人啊，你还徛做伙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六月十四号开始，每礼拜五暗时10:15，天之骄子。